子，今天刚吃的。进货了吗？哦，可以。土货养货。没上货。土货呀。哇，这条可以啊。是不是？我都说进货了，好大力啊！上货。哎，我靠，还卡住了吗？哇塞，漂亮！上货。漂亮。那么大一点。那个渔夫在那边，渔夫呢？下面呢？在下面一点呀，阿车你去拿了，在下面一点。在那边，在那里桥下面，直走下去。哇！这拿了好久啊。666可以不？祖母鸟哥还在不在直播间？祖母鸟哥，我祖母鸟哥要过来、啊。不是不是，他要那个了呀。他要给我送个财神，这都拿稀出了新货。谁呀？在呀，哥，我看一下这哥是哪里的呀？江苏的一个哥。这条可以啊，上鱼记不了。上鱼，哇！感谢花花的世界哦，感谢老乡哦。我钩子都没插呀，他直接拖进去了。他直接拖进去了，这条好长啊。